轻言放弃。怪诞星期五，哇，一个可以自由切换两种动物特征的机器，可儿，我们要把这个新闻拿下来。好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不要，这简直就是恐怖片，好不好？你太紧张了，多米兔。等一下，我才是台柱，这个新闻应该让我来采访。但你的演播稿还没做完，不是吗？嗯。小小，晚些我有篮球比赛，体育新闻放到赛后播报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不过你得先和可儿去采访一位基因科学家。可儿？基因科学应该是个有趣的新闻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可儿，不要忘了下午的时尚秀哦。放心吧。啊，这不公平！琪琪又来了。可儿，你说我长个翅膀怎么样？出发！出发！这个组合机器可以交换不同生物的特征，创造出新的物种。它看起来确实很可爱。哇，好可爱哟！啊？请忽略这些细节。接下来我要把猫和狗组合在一起，创作出一个人见人爱的全新宠物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吧！博士，这样的实验会不会有违于自然法则啊？不用担心，所有创新一开始都会遭到质疑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激活了交换机。你们俩还好吗？我好。等等，好像不太对劲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呀？博士，可儿，你现在在于洋的身体里。于洋，你现在在可儿的身体里。你是说我？快把我们换回来。我也想啊，但是好像电容器烧坏了。但篮球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不能缺席的。还有我的时尚秀。有办法的，你可以去参加时尚秀，然后你可以去参加篮球比赛。开玩笑的吧。冷静下来，于洋，你替我参加时尚秀，我替你打篮球赛。我觉得这不靠谱。只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事会比现在还糟糕呢？于洋，你迟到了。对，对不起。来了就好，快换上运动服吧。在这儿。啊？没什么。于洋，快点换完。好的，舞台见。哦不，我是说球场见。赶快把礼服换上吧。我要穿这个。是啊，这套衣服是你自己选的，不记得了？今天的可儿好奇怪哦。我问问于洋去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于洋，集中注意力。于洋，传球。哦哦。
于洋，交给你了。进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对，于洋也有问题，我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。可儿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我就知道要出乱子。多米兔，这么多怪事，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对吗？好吧，我确实知道。于洋，现在没人防你。队友们这么信任于洋，我不能再让于洋的队友们失望了。于洋，跑起来。跑起来，我是最棒的，我一定行。上！奇怪，这种感觉越来越熟悉了。嘿！我想这和走 T 台一样，集中注意力，瞄准篮筐，控制好身体动作。我是于洋。事情的真相我已经知道了，可儿。可儿，注意时间。可儿有点不舒服，等一下。可儿，我先带于洋躲一躲，你快过来啊！谢谢你，心仪，我有办法了。一定要赶上。可儿，你还好吗？走秀要不就取消吧。于洋，可儿怎么回事？她差点毁了整个时装秀。我也找她呢。可儿，我是于洋，开一下门吧。可儿，不是，女装简直是噩梦啊！我觉得自己就是个金刚芭比。所以我把秦博士带来了。这是交换组合机的便携版。怎么样？可儿，我们需要你上台了。马上来，琪琪。成功了。是的，接下来交给我好了。谢谢。你可能需要一双新鞋子。走吧，朋友们，我们去舞台。太棒了，可儿，所有的人都喜欢你。谢谢，你也很棒啊。可儿果然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现在888电视台的记者可儿将为我们报道一位科学家精心研制的最新成果。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，琪琪。秦博士发明的机器，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过类似的成果。但是我发现我的机器违反了自然法则，所以我决定让一切恢复原状。过来呀，可爱的小家伙们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原本的状态。888电视台新闻，我是记者可儿。以上是今晚的所有新闻，我是主持人尹琪琪，欢迎大家明晚继续锁定888电视台。收工了，伙伴们。嗨，于洋，今晚的演唱会我碰巧有两张门票。不了，谢谢，我还要帮可儿练习跳头呢。太棒了，我觉得我还能再准点儿。跳头？于洋，等等，于洋。
走上华丽乐章，滋养幸福的许愿，平起稳我的脸庞，编织未来让美好绽放，浪漫无语的地方，天那么湛蓝，树山朗朗，我要飞翔，闭上眼深呼吸剩下的芬芳，跑着放花盛开，阳光下的伙伴们拉紧我的手，调皮的气球向我微笑，霓虹中起舞，清新海风轻轻拥抱着城市，把心也染粉红，装点我日记，花香弥漫来吧，这少女的时光。